好，欢迎继续收听波斗转世界，我是郑鸿仪。啊，我们啊，这个今天访问罗福全代表哈，前驻日代表。那这个他写的《荣丁少年走天下》，其实一啊，应该是写一件精彩一生哈。那这个好命囡啊，啊，这个走台独的路线哈，变成黑名单，袂当回来台湾。不过，袂当回来台湾不要紧，因为伊在联合国做工作，吼，伊是台湾真罕见的精英人才，所以啊，伫联合国做工作，伊有联合国的护照，吼，啊，若有联合国的护照，就会使行遍全世界，无人敢甲你挡，吼。啊，头拄啊啊，讲到这个中国，吼，大家拢惊啊，台湾去哦，中国统一，吼。那所以啊，代表等下甲台湾大，我毋知讲啊，你会惊未？会阁叫伊统一未？你讲未？吼，你讲未？原因是，这吼是安尼啦，就是讲。当然，即马日本、美国，吼、哦，这国家啦，吼、哦，拢无承认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。但是台湾还不是一个国家，因含中国有邦交啊呢。所以、这个，即马亚洲即个中国到底会行民主化？还是比如讲，原来是日本二次大战，就讲要人抢人的领土，用武力。这个是一个才讲要进入一些真迄款不确定的时代啦。但是虽然是安尼，你中国起码是无在讲用武力要摕台湾。无多吗？无多。因为啥呐？这国际游戏规则不允许啦。国比讲你起码钓鱼台，你中国伫咧用武力搞迄类。美国虽然讲起码这卡斯林大赛要去日本。伊个讲，你拿来提钓鱼台，这是日美同盟的保护的范围起来，安尼严格。起码就新的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啦，这个女性哈，凯瑟琳的这个女儿嘛哈，是，伊起码要去，伊就先恭喜各位了。所以这几个亚洲起码都是讲吼，这美国国防部长去年六月七日第一。在那个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宣布说，这用英语说是 rebalancing policy， 就是说再平衡，亚洲的就是说你中国的军令如果增加的时候，我就要和你再平衡。这样所以到2025年的时候，在亚洲美国的军力要为现在的 50% 增加到 60%。 但是他这个增加这个军力不是说要敌对中国，他这是要做一个防波堤的，万一你冲出来的时候，我可以给你动这个东西，但是我不是要给你攻击中国敌对，这在国际上我说那个劝阻战略，就是说我有那个实力给他说你好好做一个代国，安尼你才会听，你若把你若撞出来，那就是本来日出来撞出来时喏，我有足够的力量解放起来。所以就是安尼吼，即亚洲即国家是感觉讲吼，迄、那个对迄个中国吼，咱还没做正式的往来。但是伊若要用枪诶，吼，佮比如讲迄个南海，迄140万平方公里诶迄、那个。诶，迄个领海内底，有菲律宾的岛，有这个越南的岛，吼、啊，你若讲硬要用枪的时阵哦，我这个，我有这个防波堤的，但是我这个力量不是要跟你对抗，要跟你要安讲敌对中共，不是安尼啦，所以台湾我是伫这个内底，内底、所以我就是讲，可不讲你起码伊个卖英国是正确个，伊一个错误就是讲，伊向台湾香港化，就是讲地方甲中央关系，地方甲中央关系，你讲啥物，伊要听唔听随在伊啦。所以我是甲民进党讲，你含中共吼和平往来，但是对电，对电的关系迄阵吼，对电的关系就是日美同盟到印度，我一直在请印度的国防部的人来，这就是讲吼。大家拢讲讲亚洲起码上好是维持现状，所以你也别当讲哦，台湾起码事情要发达你别当，但是维持现状是。
啊，所以这款情形之下吼，你伊那无在讲用武力提到那阵，啊，大人都爱徛在咪来讲，我含你钱啊，做要做兄弟之邦，我是要维持现状，嗯嗯，哦，这款情形啦，是啊，但是这往国内的因素啦，你都要在讲起来，国内因素就是讲，我在讲讲，男女咱起码政治上，我是去台大演讲，嗯哼，唔是要叫人讲靠边站，唔是，嗯、是。民主社会相对也是公民社会，可比讲你即马最近200,000人，底下的迄类也是讲最近加迄类，所以我讲我当然去看讲，台湾即个公民社会伫咧形成啦。嗯啊，我讲你是，这都是民主社会最基本的。嗯，所以你若即条路若行入去吼，有当时会停滞。啊，停止了！我、嗯、太太给他改啊，但是吼、哦，绝对别讲倒退路了。嗯嗯嗯。所以亚洲这国家吼、哦，那是讲民主化有迄个社会学习的一些阶段了。嗯嗯嗯。啊，但是绝对别倒退路了。是是。啊，一方面呢，咱安尼在做，中国那边玩得现代化，嗯，伊较慢，卡步较慢。是。所以金毛几十档，咱话都有迄款来讲安尼，有贴心来看。嗯，吼、哦，你社会看变哪去近代化？嗯，啊，这代志都是爱中国人爱去做啊。嗯吼、哦，啊，我是刚才一旦讲，咱台湾即几民主化二十档，嗯，大概有迄社会学习的一类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那是讲。我都点想惨的，都讲大家看这做做，吼、哦，不是蓝就是绿，靠边站。嗯，我唔是啊、嗯。这个、迄个，可比讲，那我做些公民，我对这民进党，我嘛我的意见。嗯嗯嗯嗯，哦，嗯，我、哦、你想那分做遐只牌，嗯，哦、你那无你都门关起来，哦，去公共的对我都一点。嗯嗯嗯，啊，你国际上唔只怎讲，你到人要爱安嘛。嗯嗯嗯嗯。哦所以，这个我是讲，即马台湾都是这个民主学习的阶段。嗯，但是这公民社会，我愈看愈有信心。哦，愈看愈有信心。哦，好、哦哦、是啊，你哩啊，日本做台湾驻日本的代表的时阵啊，你内底一个真啊，大家印象真深的代志，就是李登辉前总统去访问日本。是，哈、哦、啊，这迄个时阵也拄到真大的这个主，迄个阻力。这无唔对了。迄阵是中国对日本的要求三项，嗯，因为李登辉总统去美国迄阵讲，台湾甲中国是吼、哦、特殊国甲国的关系，嗯，所以伊拢感觉李登辉是带毒头啦，带毒头。啊，第二点就是讲、哦，日本侵略中国这历史教科书，嗯，爱改，嗯嗯，哦。啊，第三讲，你袂使去拜迄个靖国神社，是一种的。但是日本人，哦，一般日本人啊，讲我嘛有人反对靖国神社，嗯，我嘛有人反对教科书那些，但是这是日本人爱决定的，唔、嗯、是你中国要甲安怎干涉？嗯，所以这就是讲，阮这个社会，阮有迄个绝对有迄个判断力，嗯嗯嗯，好、哦。啊！但是中国每当因为你讲啊，所以我改，是啊，是我决定，我决定讲我要改，我来改，是啊。哎、啊，国民都主人有声，嗯，哦，冇两排啊，是是是。啊，所以关于这李总统迄阵，我去的时阵哦，唔是讲我特别搞啦，就是讲迄时机已经差不多到迄个所在啊。嗯嗯。啊，但是我迄阵去，有影开始讲，迄阵呢，首相是孙首相，嗯，哦，孙锡朗，孙锡朗，哦，伊是想讲一杀的啊。啊！但是伊个官方长官叫福田康夫，嗯、啊，甲外交部长即河野新平哦，讲袂使袂使，时间阿袂到遐咧。嗯，啊，我迄阵去吼，因为咱含日本无外交，啊，要安宣传台湾，所以我六大报社诶主笔，我一个月含咪食一遍饭。哦，佮比讲伊读卖新闻，几千万分诶。对，哦。啊，是安那呢？朝日新闻，是是，嗯、我唔是讲为着这李总统的代志，我是讲，阮台湾的代志，我拿去发表声明，无人要听。嗯、但是我甲你报社讲，你报社去写、嗯，嗯，我自然大家都知讲台湾情是安怎。是是是。哦，所以迄是我一个啊，结果这六大报社到迄阵、嗯，所有社论拢赞成李总统，
访问日本，来访问，啊，这是民意，嗯，这是白条民意，所以迄个都我去的时阵，要有人有人反对啊，但是有人跟我时机搞，嗯，啊，多迄个时阵我去做，所以也不是讲我偌大的功劳啊，但是我含日本的政界吼，会使讲。真熟啊！嗯好，以前讲我战争啊，去疏开什么种种哦，啊，对这日本的这个外语言都拢唔免人统一，对，哦，啊，所以，吼，因啊，因刚刚讲因的老实话啦，嗯，讲我唔是反对啦，我是要等一下咧，啊，有的人讲即嘛啦，哦，六大报社是读卖新闻、朝日新闻。产经新闻，产经新闻啊，日本经济，日本经济新闻啊，个一个关那个要一个啥物？对，我起码好，冇紧，就是就是上大的报纸的、哦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好好，啊，因拢愿意愿意含咱含咱出来，是啊，啊，伊都讲讲，嗯，啊，一个一个驻日代表对日本太了解，嗯，哦，啊，我都讲啊，我是要好恁。咱讲吼，起码阿扁啊新政府，嗯，对日本的诶看法是安怎？是，吼、哦、啊，日本做大事的时候，见得到日本的首相未？有，会使吼，有啦。但是，那么一见拢一个丢了丢了。不是啊，这吼、哦、我讲吼，因、啊正式是未使见面。是是，可比讲我一个安倍，嗯，好、哦，起码首相。对，啊，迄阵我。还没有熟悉，嗯，我来丢相片，嘿，是啊，啊，可比讲最近呐、啊，两当前，我知讲以前做首相来，以前是就丢一罐一万的、十万的人，才有一个人的一罐病啦，啊，好好好，啊，但是伊，我看过，哎、欸，这里、個、我起来，我两当前我用的安保协会哈、嗯，我请伊来台湾演讲，喊蔡英文作为上台，对，哦，啊，我只知讲以前去等伊。差不多爱国多等来做首相嘛？哦，安尼哦，是啊，派些代表能够休困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进一下广告，我买变一下经济。好，大家收听的是《波多全世界》哈，我们访问的是前驻日代表罗福前罗代表，来，我们休息进广告。